10月9日，关之琳、温碧霞等出席某慈善晚宴，久未露面的大美人关之琳压轴亮相。虽然年过50，但依旧美艳不减，最主要的应该还是爱情的滋润了。不过与富商男友交往多年，却迟迟没有结婚动静，不知道关大美人是怎么想的呢？冇啊，都系咁啦，冇消息就好消息啦。但你好消息会唔会公布俾我哋？如果有好消息，梗系会公布啦。但系我觉得咁样嘅生活暂时我都几好啦。刚刚过完生日的关之琳透露，生日有去西藏旅游，莫非是男友甜蜜伴游？冇啊，今次全女班啊。好啦，唔好意思啦，我哋要入去食饭啦。生日送啲咩 surprise 俾你啊？都系咁啦，都而家冇 surprise 嘅，而家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就已经够啦。早年宣布息影的关之琳复出传闻一直不断，不过却迟迟未见动静。今日记者再次问及关之琳确切回应：咁多年啦，讲你哋都有问我会唔会复出啊？咁我有时又谂下啦，有时话唔会啦，咁有时又有啲冲动，但有时又好似，但系我觉得唔会噶啦。如果我讲咗咁多年都冇做呢样嘢咧，我肯定唔会做。所以系咯，即系我肯定唔会拍戏咯。和刘德华一向交情甚笃的关之琳，自然免不了被问及华仔疑似二度当爸爸的消息。不过关大美人似乎并不知情，兴奋表示消息属实就太好了。佢话又有第二个小弟喎。系啊，系啊，咁咪好咯。你见过佢第一个见过女女未噶？见过，见过，系啊，系啊。觉得似边个？一半一半啦，但我觉得佢个女啲动作表情似佢咯，其他似妈咪咯，系啊。哇，好似全呢个系仔仔，会唔会等佢如果生？哇，如果系啊，好啊，我都见到佢哋面，即系嗰时我都有话快啲追翻一个啦，生开就有噶啦，快啲生啦咁样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